那我先走了。那我撤了。狗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出去逛吗？你先把 suitcase。开心什么？没有要出门啊？把你就从这边搬吧。去啊，快点，多花点。这次来玩的开心吧？当然了、啊，这是一定要的。棒哦！对啊，要不要帮忙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就可以了。再见。嗯。快搞。嗯。你知道？哎，只有这些哦。Yep。哇，那你东西箱好小。然后全部塞进去。我出国都带那种的，你看那个那边那个吗？有蓝色跟粉色。我不知道、欸、我都带那种很大的，就是28寸吗？还是那种很大的？可是它好像要什么等级，然后才可以有那个尺寸。没有啊，正常我也不知道。可以啊，它都是重量啊。没有，我都我都带两个大的回台湾，我带那种那么大的，就是啊，你都会塞满满。对。我回来，那这样子算很少了。对，这样很少，因为箱子真的很小很小很小。我的、你的比我的这箱子都已经比这个还大。对啊，可以塞进去。对对对，就是带，然后我就没有，因为我东西比较扎实，因为都是金属、哦，所以重量已经到了，重量已经极限了， okay, 所以再大我也没办法塞东西。我都用两个大的，然后我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就装满满了，都是这样子。好，慢慢推。帮你拿吧。行啊，还有那一袋，还有一袋。哦。Duty free。哇，你没有要回去，跟我回家，快点。这个塞进去。好冰！他租这台车哦。对啊。开去再还了。对啊，到机场那边。机场还了。对对对。哦。但因为机场还那边就要再缴一笔什么机场的税什么东东。哦。就是靠近机场就会多一笔。所以跟你在机场还。就在旁边的租车的还，他就会多一笔神奇的费用。都这样子啊，来路顺风哦。好，谢谢谢谢、啊。希望你玩得开心。有有有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 okay, 拜拜。拜拜。那你开车小心哦。好，谢啦谢啦，嗯，拜拜拜拜。